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只宝宝意味着什么，这只宝宝意味着吃了20年的元宵。我出现了一个幻觉，我觉得我175打不过你，兄弟啊，你要是转区，你们区游戏币比例得往下跌8块钱。这才是真正的把细节拉到极致，连续吃20年元宵的宝宝让人五体投地。好，青秀山来一个老板，想试试自己的手气能不能洗出4个4福。这只宝宝已经三了，不没必要洗四了。这只宝宝已经四了，没必要洗了。哦，好强啊！你这只宝宝说实话就挺强了。这只宝宝资质也很强，这只宝宝也很强。兄弟们千万不要被这个老板的技能格子数啊，就是轻易的定义老板。因为首先第一个带镜台，而且资质超高，1528、1456、3000啊，1.275，在109拉满了。这个第一个合出来极限的话，正常应该1550，他合出来就直接1600，这样的话就有50的这个工资，永远不会受元宵每年衰减。这只吸血鬼镜台四个技能，超级幸运5%免疫，超级招架第一层金身，超级敏捷出手2次，我操！然后这只力劈壁垒翻页啊，16技能，工资1500，工资1500啊，已经拍上了特殊技能，而且还是44福，细节太好了啊，还是44福啊，还是44福，体子都吃出加号了啊，一只超级龟速，哎呦我去，兄弟们能看得懂这只宝宝的全梦幻只有1%的人，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这只宝宝意味着什么，这只宝宝意味着吃了20年的元宵，起码15年的元宵。首先他用豆摘果给所有的资质全都吃到100，吃豆摘果的时候只有体力资质是不下降的，房资工资法资都会降到100-200左右，然后他得给他房资吃到1550，吃出加号以后开始吃工资。这只宝宝吃了好多年的元宵啊，这他妈是祖传的啊，爷爷那辈用的吸血鬼。对了，兄弟们最近有快速收号，有想快速脱坑的可以联系，多问几家、啊、也不吃亏。这个宝宝太有年头了啊，又是44福，哥你是不是藏宝阁的卖家里？你是不是藏宝阁的卖家里有超级兽爵啊？你是单挑排名多少的人啊？我操，你在109级单挑有对手吗？这个号的话，兄弟们，如果是群批的话，有比他更强的号，但是单挑的话，似乎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对手了啊。这号很有可能是个单挑号，1900法伤。好，老板，你四福总共洗了多少钱了？我感觉你是真的抠细节的人啊，很细很细，懂你的人不多，而我是其中一个。我的妈呀，16技能法防啊，让老王看看属性，挑战神威第一气血。兄弟啊，我刚才说实话我只看了一下你的这个灵力，灵力1900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我是没想到1900灵力的同时还他妈有20000血啊。你可真是那个啊，这个时候兄弟们，我如果带一个3气血的灵士呢，22000，我再带一个3气血的灵士呢，25000，我如果再来一个变身卡呢啊，27954。我出现了一个幻觉，我觉得我175打不过你。不是，你这宝宝你是怎么能输给别人的？全是镜台，全是龟速血宠，全是壁垒啊，什么鲲鹏，你是咋输的呀？我他妈你买了多少只宝宝呀？兄弟啊，你要是转区，你们区游戏币比例得往下跌8块钱啊！镜台驱鬼，高敏高幸运高明思，夜舞倾城化魂啊！镜台夜舞倾城啊！可惜不是夜罗刹。兄弟们，一大早上准备看电视啊，准备迎接超级兽爵。从来没有就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啊！能洗的超级技能有这是12、14个啊，14个洗4个啊！随随便便就是仨，兄弟们啊，真随便啊！哥，你平时缺蓝了吗？超明思要吗？超再生回血，超明思回蓝啊！哎，这个稍微好一点啊，差不多吧，保存这个新的啊。他这个四个的确实太好洗了。哎，为什么奔雷不能洗啊？啊，他是雷击哦，我还纳闷为什么奔雷不能洗。公屏问了一个傻子的话，傻一个傻子问了话，我他妈也跟着傻，咱俩他妈是大傻和小傻啊！他这太好洗了，他是真的太好洗了，根本就不需要锁，随随便便就能出啊！这还出个反震加感知呢，再生幸运敏捷好，幸运好，感知超级感知要吗？70明思没啥用啊，这只宝宝不会有没蓝的情况，感知不用。他说所有的感知的不要，生存类的拉满，明白了啊，那就是幸运啊啊，高防反震的这些要啊，感知的他倒是无所谓，他自己可能带感知啊，不存了。明思反震这些在他来讲都是垃圾技能啊、嗯，这个可以了，我觉得这个降低1%-10%的伤害，这个的话是受到物理伤害降低50%，后的话还有5%的几率免疫，超级再生的话有几率回血啊，
然后这个的话，超级法术抵抗的话，自带罗汉，出场自带罗汉啊。这个宝宝兄弟们打一本高级法术抵抗啊，兄弟们掉法防就傻波一了啊，掉法防就傻波一了，傻波一的几率应该不会太高吧啊？我看一下，几率的话是1/16啊，几率的话是1/16。掉低级神技啊，掉最好的技能，我觉得是掉冥思，掉冥思最好，掉冥思掉感知都行，掉冥思掉感知，不掉法防掉啥都行，咱也不贪心了，不掉法防掉啥都行啊。Later。啊，掉了一个精神集中，哎，确实比精神集中好。虽然没有四次符，但是技能比刚才好了。因为这只宝宝的法术抵抗一定比精神集中好的，有神技抗风了，还要个毛的精神集中啊？接着点啊，不要这四个了啊！因为这个精神集中它不是特别有用的，掉了的话不可能再补啊，不可能为了四次符要一个没用的技能。神技本来低神技和精神集中的技能就冲突的啊，不纠结啊，不是没事发生，技能变得比以前更好了啊。谢谢王哥，太强了，精准打掉。咱俩这个一个级别，咱俩就不用打字沟通了，精神沟通就行了啊。没看我一般别人改出我一定是拦着的，你打出我都没拦着啊，因为我知道这里面有太多技能，而且刚才洗的确实也好啊。有法防为什么法术抵抗？开局的第一回合法防不生效，法术抵抗出门自带罗汉啊，一个被动，那牌面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啊。你看别人要改个说，哎兄弟别改，不值得，这个不行，咱们不行，卖了重买个。这个为啥一句没说？因为我心里是觉得是值得改啊。啊，完事了，完事了，完事了，兄弟啊，完事了啊，还跟锁不锁，锁不锁，跟我说这说那的啊，根本就用不完，成天跟我哔哔叭叭啊，对不对？你能有我会数学啊，对不对？这以后一进入战斗，直接两个超级技能，超级敏捷出手两下，刚才一个法术抵抗啊，啪的一下还给那个干掉了，这太啊，故意超，当你进化成超级吸收以后，你就不是几率性的吸收了，就是一定吸啊。老板说，剩下的钱再洗洗其他的宝宝吧。其他的宝宝啊，你该洗的都已经洗完了，剩下的呀估计也洗不出来了，哥啊，真的，你这个人挺敢花钱的，我能看出来你挺敢花钱啊。